面我要跟大家分解的这个舞蹈，是我编的，叫阿里山的姑娘。我现在转过身来 ，OK， 一二三四，最后一步臀部是翘脚，然后五六七八又是一个翘脚，然后这是第一组，第二组的话，一二锤，三四锤，五六七八收进来。然后第三组向前跳，一二退后，三四，然后五六转，然后七八 ，OK， 然后第四组的话就走走一二，然后第三步向前，第四步转身同时脚勾起来 ，OK， 一二三四。然后五六七八，然后一二 ，OK， 转一二三四，对不起，这里再来一次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接着这就结束了。然后在这中间呢，就有一个